兄弟们，现在网上出现了一批人挑衅我的职艺，不是用干法的，就是用身法的。现在连特异功能都出来了，他们是不知道我的师傅是谁。今天我就大家见识一下真正的实力。我就耍赖了，怎么的吧？哎，尊阳啊，想什么呢？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的搏击师傅，死神方斌。师傅，今天教我点什么呢？今天教你一套拳法，打拳要快、准、狠。够快吗？可以，来吧。我来给你，拿靶子好不好？好，来。然后这个是这样的，就不要这样，一定要把肘关节收。哎，对对对对。谁也别打我。对，就这种，先保护好。来，你的左手打我的这个拳，右手打我的这个拳。就这样打吧，好不好？行。哎呦我的天，身体极度不协调。一二三四，哎好，一二三四，进入实战，三二一走。师傅，这实在是太累了，有没有什么一招制敌的办法？也不是没有。什么？